本期预测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和各位同学分享。那么先说好消息，好消息就是 SSD、WFD、SA 这三个大的题目，现阶段咱 PD 大西瓜的预测在计分题上是可以做到100%命中的，并且题目数量全网最小，他们已经稳定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坏消息就是我们的 SWT 依旧不稳定，并且大量的新题正在添加。更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些新题当中有不少的题目都是没有找到原文的，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那么你想知道那些固定的确认积分的题目到底都是什么吗？还不赶紧看好本期预测。温馨提示，因为预测文本篇幅有限，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发现在预测当中你只看到了某一个题目的代号，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原文或者答案的话，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你在预测当中看到的题目代号，在我们每月更新的高频合集易筋经当中，或者是我们最新升级的基金13当中找到对应的原文以及答案咯。温馨提示二，因为 PT 这个考试是全球统一题库的，所以无论接下来各位同学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参加 PT 考试， PT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都是适用于你的哦。想要用市面上题量最小却最精准的 PT 真题预测帮助你快速拿到 PT 目标分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看好本期预测的更新吧。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PT 大西瓜的 Jack 老师，欢迎各位同学收看 PT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的视频讲解版本。那么本期真题预测呢，所覆盖的范围是2021年的8月4日至2021年的8月10日，所以如果各位同学也会在这一个时间段或者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要去参加 PT 考试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预测认认真真的看起来，因为你考的题全部都在这里面。OK， 废话不多说，直接来到各位同学最关心的 Write from Dictation 的部分。本期预测呢， Write from Dictation 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也没有任何题目从之前的低频升至了现在的极高频。也就是说，各位同学接下来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赶紧在我们的文字版当中找到那116句极高频的 WFD， 与此同时再把另外的46句仅延6月份之后 C 定转正的句子，也就是这162句准备到完美，你考到的积分题绝对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赶紧看好我们的文字版本吧。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SSD 的部分呢， SSD 呢也没有任何新题的更新，并且要告诉各位同学，广受大家好评的 PT 大西瓜 SSD 轻松技能本期已经升级到了 2.2 这个版本，所以各位同学赶紧看好你手里的，如果还不是 2.2 这个版本的话，那就赶紧去找我们的小助手领取吧。 OK， 那么现阶段呢， SSD 确认积分的题目一共只有76题，这76题就是你考试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确认积分的题目。那各位同学你还能怎么呢？还不在我们的轻松技当中或者是我们的预测里面把这些题目认认真真的准备起来咯。对了，再次给各位同学强调，如果一次考试咱们的 SSD 遇到了3题的话，那3题当中一定会有一题是不积分的 4D 题，那这一题呢就不出自于 PT 大西瓜的真题预测当中了。所以各位同学那些不积分的题千万不要看，千万不要浪费你的备考时间。 OK，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SWT 这个部分呢。OK， SWT 这个部分呢，就像我们本期预测提到的，依旧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OK， 本期预测呢，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一个题目，但这个题目呢，刚好啊，是我们帮大家找到了确认原文的，也给到了大家满分的，所以这篇呢，也一定要看起来。但是提示一下各位同学，就目前来看，咱们还有不少的这个确认积分的题目没有被我们收录到。与此同时呢，哪怕就算是现在已经收录的，当中有7个题目，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原文，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些题目难度系数都会偏大一点点。所以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认真准备好 SWT。那 SWT 应该怎么准备呢？大西瓜独家的逻辑公式法，请在座同学一定要学会。只要你学会了这个方法，通过我们现有的基金的训练，能够让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举一反三，避免 SWT 扣掉你的阅读和咱们的写作分数咯。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SWT 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是咱们的 SA 部分。 SA 部分呢没什么说的，从去年10月份开始真的就一直固定的是这31个题目，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啊，这31个题目已经稳定了非常非常之久了，所以赶紧认真准备，在下次换题之前拿到你的 PT 目标分吧。 OK，那么接下来呢，本期预测还为各位同学找到了一道确认积分的全新的 DID 图片。那么这个图片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单线图啊，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拿这个图片好好的练一下，找找说单线图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对于咱们的这个单线图发现，哎，好像我的内容有点不充足的同学，一定要拿这个图好好的练一练咯。 OK， 赶紧去文字版当中看到这道题目吧。那除此之外呢，本期预测在其他的所有题目当中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也就是说 PT 现阶段这个考试除了我们 SWT 之外，其他的部分真的都非常非常稳定，真的是很适合去参加考试的。所以各位同学你还等什么呢？赶紧用好咱们 PT 大西瓜的每周真题预测，帮助你在最短时间之内拿到目标分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预测全部更新的内容了，我们下期真题预测再见咯。最后再一次的祝各位同学早日拿到你的目标分，拜拜。